好，那我们专业的课程啊，我们已经在谈论 state 跟 q。 那我们再做简单的复习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是 temporary， 这个是我们前两礼拜就说过的啊。好，那这个是 temporary function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自带形态的话，你可以用 temporary 方式来表示它啊，这个 t 是 temporary。 好，再下来我们讲这个 state 跟 q。那 stack 的话就是 last in first out， 开口只有一个，那所以你要放东西进去的话，就从上面先把它放进去哈。如果你要拿出来的话，就从上面把它拿出来啊。所以是这个开口就这么一个。那 Q 的话是两个开口的啊，两个观点的，就是 first in first out。那我们上次说过啊，这个 Q 啊，你就把它解释成排队啊，解释成排队之后那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那所以呢，有一个观点是。资料加进来，排队是排在队伍的尾巴哈。然后呢，有一个观点是资料离开的，我们买票了，得到了这个票之后呢，人就离开了。那所以呢，从前面离开，从后面把这个资料把它加进来。这个是我们模拟一个 stack 的操作一个情况。再下来就是我们的 stack 的基本的操作，基本上会有 is empty， 判断 stack 里面到底有没有资料是不是空的。再到是 tab 是把 stack 最上的那个取回来哈，这个应该是这样，就是 get 就是把它拿出来看一下，但是呢，这个并没有把最上面那个资料把它删掉。接下来这个 push 的话是把资料加上去 ，tab 的话是把资料这个最上面那个把它拿掉哈，所以这个是 remove。那这个 tab 跟 tab 这两个哈，就是不能弄吧 ，tab 是把东西拿掉的哈。TOP 的话只是看而已，没有把它拿掉。再下来是我们上次也看过，就是如果我们有一大堆这个括号啊，那这括号只有一种形式，就想括号，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括号形式到底对了没有？那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到左括号我们把它加一哈，看到右括号我们把它减一。那我们的检查方法就是设一个初值，这个初值刚开始设为零，看到左括号是加一哈。看到右括号是减一，中间的过程不能是负的哈，然后最后的值必须等于零，这两个哈，这两个是我们检查括号到底正确与否的一个条件哈，这两个第三点跟第四点这个缺一不可哈，你这个少写一个哈，将来考试哈，要特别注意哈，将来我们如果考试考这一题，你后面这两个少写一个哈，你看这边就只有四个条件了。你这一题做十分的话，少写一个扣二点五，那四分就是扣三分了。就这个条件少写一个，就是扣十分之一。所以这四个条件，每一个条件都要写。那有人会简单就说，左括号加一，右括号减一，初值没有讲，那这个也是不行。好，刚说过哈，就是像这个简单的题目哈，那有些同学可能在写的时候会疏忽掉，这个初值设为零，这个非常重要啊。你这个初值没有讲设为零，那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将来怎么运作。所以初值设为零，左括号加一，右括号减一，这个第二点哈，是几乎所有同学都会知道，都能够理解跟记下来的。可是其他三点呢，很多同学就忽略掉啊。那我们考试的时候，如果用你一个演算法，你只有写第二个，第二当然是这个 key point 的关键的哈。但是如果你只有写第二个，那你就得到这个四分之一的分数而已啊。你这个四个点都要写。再下来，假设你这个括号的形式有好几种，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利用 stack， 就是把左括号把它放到 stack 里面。然后右括号呢，我们就从 stack 最上面那个拿出来看一下，跟它的形式到底有没有一样。那如果一样的话 ，OK； 那不一样的话就错了。那最后括号当然必须是空的。那空的意思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左右括号的数量是一样多哈。
好，这一块是有关于我们的stage 哈，就是基本的刚才印出来就是是不是空的 ，is empty。TOP 哈，就是 return 那个 top element， 然后 push 呢就把东西放进去 ，pop 是把东西拿出来啊，取出来。再过来就是我们在做实做这个 stack 的话，我们基本上是用 stack 哈，所以 stack 是这个 T 的这个资料形态哈，它的 array。那 TOP 的值最开始是把它设为一。好，你要判断它是不是空的非常简单，就 TOP 的值是等一，等于负一。如果是它是空的哈。然后再过来就是这边就是有谈到 tab， 我们怎么取出来 tab。就是最上面那个值，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然后这块我们就谈到这个 push， 把东西放进去。那记得啊 ，TOP 所指的地方啊，这个 TOP 所指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有资料的，所以你要把东西放进去，一定要把 TOP 的值先加一，加一之后再把东西放进去。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动作是这样的、啊，把 TOP 的值先加一，之后呢再把这个东西把它放到加一之后的这个 TOP 的位置。那再来这个 pop 把东西移除掉，那这个移除的话，基本上 TOP 所指的地方是有资料的，所以你先把它移除掉之后，再把 TOP 的值再把它减一，哦，先把它移除掉之后，再把 TOP 的值把它减一。再下来这个 queue 哈是排队，那排队是这个 first in first out， 先来先得到服务哈，那两个端点，哦，我们用排队的概念的话，这个比较不会弄错哈、哦，就是新来要排队的人，他要排在队伍的尾巴，所以排在队友的地方，加入资料放在队友的地方。然后呢，你买到票之后要离开，离开的话就是从前面离开，所以呢就是离开的队伍的这个地方叫做 front， 哦，是前面前端，队友是个尾巴尾端哈、哦。再过来这个我们这个 circuit 就是零到四这个 array， 那这个四的下一个就变成零哈、哦，就是绕一圈下一个变成零。那我们在这里哈、哦，这个 empty queue 的这个条件，哦，就是 front 跟 rear 相等的时候是 empty。好，那说像我们这样的哈、哦，资料放到这种地步的话 ，rear 再加一哈 ，rear 再加一这个地方哈、哦，再放一个 rear 就会等于 front。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满的还是空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 circuit queue 里面，如果我们有 N 个资料，我们 N 个资料的位置哈，你怎么摆 N 减一个位置，就是你有一个位置要浪费掉，要不然否则我们就无法分辨到底是空的还是满的。好，那这个 queue 的，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operation 要 is empty， 然后呢把 front 的资料 return 回来，把 rear 的资料 return 回来。把资料加进去 push， 把资料拿出来 pop。好，那这个是这个queue 的这个实作哈、哦。那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把 front 跟 rear 都把它设为是那个最大值哈、哦，最大值也就领的前一个，哦，所以是 capacity 减一。然后你这个是不是空的哈、哦？根据刚刚讲法，就是 front 跟 rear 相等的时候是空的。然后这块就是你要把东西把它加进去，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哈，再看一下就是这个 front 所指的地方，哦，我们是队伍的前面，但是所指的地方是没有资料的，哦，这个是 key point 的啊。然后呢，这个 rear 是队伍的尾巴，但是尾巴所指的地方是有资料的，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资料把它，你要再加一笔资料进去，你要先把 rear 的值先加一，才能够放资料。如果你要取出料取这个资料的话，那 friend 呢？这个地方是没资料的，所以你要先把 friend 呢先加了一之后呢，才能够取出，才能够取我们资料。好，所以呢，它这个就是，好，你要 friend 要取资料的话，你要先，你这个 friend 要先加一哈，然后 rear 要取资料的话 ，rear 这地方就已经有资料了，所以不要再加一，然后 push 的话，你要把东西放进去。把东西放进去的话，就是要先加一才能放进去哈，所以这个这个要先加一哈，才能把东西放进去。那你怕的话是那个对，也要这个怕的话是这个也是要加一哈，
这个要加一哦，才能把它取出来。好，这个刚刚所谈的哈，是我们上一礼拜所谈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谈一个新的一个在 C 加加里面的一个概念哈，这个叫 inheritance， 这个翻译成中文哈叫做继承啊，就是这个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这叫继承啊。所以这里哈，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叫继承啊，就这两个字哈 ，inheritance。那 inheritance 是这个名词哈 ，inherit， 这个后面 anc 没有加哈，就是动词了哈 ，inherit 就是动词 ，inheritance 就是名词。那 class 可以继承哈，那这个 class 继承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类别的这个继承。好，那我们这边的这里哈，我们定义一个东西叫 bed， 这个新的一个 class 叫 bed， 就是一个袋子就对了哈。那这个袋子当中就可以装各式各样的东西。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说，哎，它可以装 stack， 装一个里面有 stack 这样的资料结构。那所以这个 bed 这里边呢，我们就定义了很多名称哈，定义很多东西。那 BIG 也是有这个什么 constructor， 它自己本身哦建立这个 BIG 的资料结构啊，然后呢 destructor 这个 BIG 不要用的时候呢，把它去掉，还有这个 size 哦它的大小，再外就是 empty is empty， 看看它是不是空的，然后这个 element 是 return 一个元素回来 ，push 的话是加入资料哈。跟刚才那个用的名称一样，或者是加入新的资料。那 pop 的话是这个删除这个一个资料。那前面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function的更前面又加入一个新的字哈，叫做 virtual 这个字。那这个 virtual 这个字其实我这个在这边的话，大部分用得到哈，基本就是先跳过哈。然后待会我们看这个 bag 下面呢，就是它真正的我们的这个资料变数哈。就是 int 的 array 啊，那当然在这边只是一个指标哈，在这里这个 array 它现在只是一个指标，一定要利用之后它才有实际真正的 array 存在。再一个是它的容量，也就是它的大小，还有一个 pop 它的指标。好，这块来我们看，那我们刚宣告好了一个 bag， 当然这个 bag 里面的实际的这些方群我们都没有谈哦，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表示说我们有一个 bag 这样的东西，那它实际的这每一个里面的内容其实我们都没有谈。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宣告好这样一个 bag 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宣告 stack， 那这些 stack 呢，我们就要继承 bag， 我们继承哈。好，那我们怎么继承呢？就这样写哈，这个 stack 本来我们之前的写一个class 的话，我们写到这里就结束了，到这里就结束了。现在我们这里面再写一个冒号，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这个 bag 这个名称，就是 bag 就是前面刚宣告过的。那这样的这个动作就代表继承，就是说我们的 stack 是继承这个 bag 里面的东西。那这个继承就跟我们人的继承是类似的啊，就是这个儿子是继承父亲的财产。那也就是我们的 stack 呢，就继承 bag 的一些特性。好，那我们来看看呢，那当然 stack 它有它自己本身的所谓的特性，那我们这里就是它也有它自己的 function， 所以 stack 它也有 stack function， 就是也是 constructor， 然后还有这个 destructor， 还有 top， 虽然前面的 bag 也已经有 top 了，我们这边再一个新的这个 top。然后啪把东西拿出来。好，那所以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到这里为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你的 bag 里面所已经宣告过的这些东西，全部的东西，已经宣告过了全部的东西，你的继承者也就是你的小孩通通可以拿来使用。我们这个父亲的财产都是小孩的财产，所以小孩都可以继承父亲所有的财产，都可以拿来用。所以这边的每一个通通可以拿来用。所以 stack 啊，虽然我们宣告的内容比较少，但 stack 呢，它前面的这个 bag 所宣告的，它通通可以拿来用。
好，那这块就是我们这里哈，这里有一个是 PO Park， 在 Stake 这边有 Park， 然后呢，在我们新的 Stake 这里也有一个 Park， 这两个名称一样，两个相同的名称。那当一样的时候呢？当一样的时候，那这个我们这个哈，这个就是我们专属于 Stake 的 POP 哈，专属于 Stake 的 Pub。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 POP 的 Pub 没有继承过来，我这里再create一个新的 Pub， 这是一个新的。所以在我们的 Stake 里面，我们如果讲到 Pub 的话，那我们谈的就是这个。那我们在这个 Stake 里面，如果谈的是 Push 的话，那因为我在 Stake 里面没有 Push， 所以当我谈 Push 的时候，我谈的就是这个 Stake 里面的东西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那这个 Stake 里面的这里面的 Contractor 到底怎么做哈？那这边的这个 Contractor 这样哈，这个 Stake， 它的 Contractor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 contractor 的 function 啊，这个 function， 然后这个冒号，就说啊你就这样做就可以了，所以他直接呼叫 back 的 contractor， 直接呼叫啊 ，VAG 就是我们的那个 class 的那个 function 的名称啊，好，所以就我们就直接呼叫这个，然后也是把这个参数啊，把这个参数就传进去了，所以就看你那个 back 这一个它是怎么样产生我们一个新的物件的，它就直接拿来用。所以这边呢，我们这边注意就是我们的 stake 的 contractor， 我们就直接呼叫 back 的 contractor。好，再下来就是我们这个下面这边哈，有三个互助的地方哈。那这个三个互助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就各位要注意的，我们这个之前啊，常常看到 public， 还有些时候你看到 protected， 那这个但是呢，我们都还没有解释过。那我们现在这边呢？因为这个是跟继承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这边就拿来解释一下。你看这里哈，有一个叫 public， 有一个叫 protected， 跟这种同等地位的属性，还有一种叫 private。那 private 我们在这边翻译都就没有出现哦。哎，这个好像之前有出现，但是在这边的翻译没有出现。好，那我们看这三个属性是什么意思呢？先讲 public 是公开的。公众的、公开的，所以呢 ，public 就是不但你这个 class 内部可以用 ，class 的外面也可以用。记得啊，我们这个 class 为什么会用这个 class 的概念呢？类别的概念，这个类别的概念就是要说啊，我们的这个资料啊，在外面不要随便乱来用。但是你一旦你宣告这个 public 啊，就是全部都可以用，在内部跟外面都可以用。那 public 相对应的叫 private。私人的，那个私人的话就是只有在我的 class 内部可以使用 ，class 的外面就是不能再用。好，什么叫 class 外面？这个括号从这个括号开始到这个括号到后面这个括号结束，这个叫 class 里面。跑出这个括号外面的，从 class 外面，在这个括号里面的啊，在这个括号里面的。在 class 里面，那这个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写 program 啊，为了方便起见，为了方便起见啊，像这个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也，这个是 stake 啊，这是 stake 括号里面啊，这是 stake 括号里面，那这一个呢，这一个东西哈、啊，这个东西虽然是跟这个一样的，我们这边有两个冒号，这代表什么？这个你不能把它视为在这个 class 的外面哦，这个把它视为在 class 里面哦，因为这边我们有两个冒号，这个两个冒号代表说，我这一个 stake 啊是属于这个 class 的，是属于这个 class 的。那因为我们在写这个 program 的时候，如果全部把它挤在里面哦，太复杂了，看不清楚，所以呢，我们就也是把它写到外面来。所以其实这个是属于这个 class 里面的，哦，这个是冒号的意思在，这个代表它是属于这个 class 里面的，所以。虽然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在括号外面，它实际的意涵是在 class 里面。好，所以 private 的意思 ，class 内部可以使用，外面就不能用了。这块
保护的 protected protect 就是保护 protect 保护的，那是保护嘞，保护只有给你小孩使用，好，所以只有你的继承者可以使用。那当然内部版就可以用啊，所有你的继承你的继承可以使用，外面是不能使用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刚上面这里哈，这个 bag 这边是下面这个三个资料是 protected 的。那这 protected 就是你的继承者是可以使用的，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 stake 啊，它是继承 bag 所有的东西，那些 bag 这边所有的东西啊没有 private， 所以 public 就是全部本来都可以用的，那 protected 就是你的继承者也可以使用。好，那再下来就是这里哈，我们就在这边再把这个 stake 相关的一些这个function哦，就把它这个写的更多了哦，更清楚的哦。再过来这个是 stake 的 destructor 哈，这个 stake destructor。好，那你的这个 stake destructor 这边没有特别讲，没有特别讲说你到底是怎么样把东西把它删掉的，这边没有特别讲。那这边我们看下面这边有一个注解哈，就说这个。Destructor for 这个什么 bag 是 automatically 自动的被呼叫，啊，就是你这个当你这个本身没有内容的时候，它就自动被呼叫来了哈。再过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TOP 哈，那 TOP 呢，这个是这一个 stake 里面他自己所做的这个 TOP， 那 TOP 就是 top 把 top 的资料把它 return 回来而已，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return 这个 array 哈 TOP 啊就是 return 回来而已，没有做很特别的事情。然后这个 top 呢，就把这个值哈，把 top 的值，把 top 的把这个指标的值哈，就直接把它减掉一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开始看了，就是那我们下面这个哈，刚刚我们宣告两个 class， 一个 VAG stake， 一个叫 stake。好，那其中 stake 是继承。来自这个 bag 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 bag 里面有个 v， 括号三，那这个就是宣告物件了啊 ，v 就是一个物件，括号三呢就是它的初值，那我们这个三啊，其实括号那个三里面的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 controller 里面的东西哈、啊、，controller 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基本上是 capacity 哈、啊。就是我们会建立一个这个 size 这么大的 size 的一个 array 哦，这个是我们的 constructor。好，所以这个 v 括号三哈，你就会建造一个 array， 它的 size 是三个，哦，三个资料的大小。那 stake 呢 ，s 也是三个，那所以呢，他们会各自呼叫他们自己的 constructor。v 会呼叫 bag， 因为你是 bag 的这个 class。Stake 呢被呼叫这个 Stake 的 Constructor 啊，那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刚看到 Stake Constructor 哈、啊，它里面我们在实作的时候，里面呢隐含哦，里面是隐含的哈、啊。我们在这边实作的时候，各位看到它这个我们在实作的时候，里面其实它是隐含去呼叫 Bag 的 Constructor 啊，这是我们在实作上面是不是又呼叫 Bag 的 Constructor？好，接下来，那 v 是一个 bag， 那 v 里面有一个叫 push， 所以呢，我们会 v 点 push。那我们不论这个 push 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这边我们就跟你讲说，当我写这个一个 program 的话，那我用的是 bag 里面的 push， 因为我们的 bag 里面是有 push 这个function可以使用，然后是 v 点 push，v 是我们的这个物件的名称 ，v， 然后里面的 function push。括号一是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就是把一这个资料把它放进去哈。好，然后 b 点 push 二啊，点 push 三啊，我们就放三个东西进去。然后这个 s 呢，点 push，s 是 stake。好，那 stake 的点 push 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解哈。说这个注解就是说 stake 的 push 是没有定义的。那没有定义的怎么办？我们这边就是讲到继承的关系。没有定义的话，他就继承他父亲的所有东西，所以他没有定义的。没有定义的话，那你的父亲他是有 push 的啊、哦。
我们看一下这里哈，它是没有定义的哈，没有定义 push 哈，那它是寄存它父亲的所有东西，那它寄存的是 bag 所有东西哦， bag 里面是有 push 的，是有的。好，所以呢，我们看这边讲的哈，这个 s 点 push one， 这个 push 是没定义的，所以呢就会采用 bag 的 push， 自动会采用 bag 的 push。然后再下来 pop 是在 stack 也有，在 bag 也有，两个都有，那你就把它分清楚了。 b 是什么？ b 是属于 b 就是 bag， 所以呢这个 b 点 push 的话，不 b 点 pop 的话，那你这 b 哈，这当然是它就是里面的这个 bag 里面的 pop 当然它用就 OK 的。那 s 呢， s 就是 stack。好，那我们也看一下这 stack 啊，在这里啊，在这里啊，在这里，这个是 stack 里面的 pop， 然后所以它当然是拿 stack 的 pop 来用。再过来，这个 stack 的 pop 里面有一个 is empty， 在实作上面啊，这里有一个 is empty 的 function， 那这个 function 呢？我们可以看，我们刚才 stack 实作上面的话，只有四个 function 而已，没有 is empty 这个 function。那 is empty 的这个 function 在哪里？在这里啊 ，is empty， 在 bag 里面有一个 is empty， 所以它也是采用它父亲的里面的 is empty 这个 function 来用。好，那我们稍微把刚的这个继承啊，我们稍微做一下总结哈。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结论哈。这个 derived 的哈 ，derived 就衍生的类别哦，也就是我们小孩的那部分衍生的哦。那在我们那个刚刚的翻译里面就是 stack 啊，衍生的翻译。好，它可以继承这边看啦，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public, private, 还有 protected, 其实就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衍生的这个类别啊，它是可以继承所有的 non-private, 所有非私人的 member 啊，所以这个所有非私人的 member 其实就是刚讲的 public 跟 protected, 然后所以就是。你这个所继承的 public 跟所继承的 protected 你所继承过来的这个情况啊，你去使用它啊，为什么呢？你的这个 access level 啊， access level 就跟你自己宣告的一样啊，这基本上意思就是你去使用的这个 public 跟 protected 这两个东西，就跟你自己去宣告的这个使用的状况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哈，就是你的衍生的类别 derived 的这个 class， 你当然可以 reuse， 好 ，reuse 你这个父亲的所有东西哈。再来最下面就是你也可以 override， 我们在第二个习题我们在做 override， 在做 override， 所以你也可以 override 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 function， 你自己 function。名称一样啊，名称可以一样，但是你方言的内容可以是你自己的，那是叫 override。那 override 也是我们第二个期在做的事情啊 ，override。好，我们在这边就先下个休息。